光，日寒寒要暖，风大浪高九丈九，九九归一。路长长又急，水潺潺不返，船里港湾九十九，九九归一。风吹树摇，雨后晴，日落黄昏，离人归。谁说我乘光去？夜哭早衰，春再来，芬芳如故，看斜阳，百鸟傲归林间。莫叹世间冷暖情，红尘有爱，且坐下半杯黑世情怀。大千世界尽如故，花落花开莫等闲，今宵月有明，今宵月有阿祥活着的时候，我们常说，人生在世，常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要坚强，要挺住。帕拉索，你有朋友，谢谢先生，谢谢。快，快加把劲，加把劲。刚完活，回头请大家喝酒去啊！崔先生，你马上帮我算算库房现在有多少资金。好的。阿强，哎，麻烦你跑一趟，到常来我们这儿订货的几个大酒家，把欠我们的钱取回来。莲姐，我们不是说好延期到下个月？等不到下个月了。帕拉索的修理行着火了，我想帮他重新修建一下。那这样会不会？你再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我们下不为例。老板，我已经算出来了，库存现金是11854块钱。那你帮我开10000块钱的支票，让阿强带走。我们这个月还有几笔款项，现金和支票需要付出。再说帕拉索的签约的合同还有一个月。我们是否能不能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是帕拉索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度过了难关。他现在最需要我们帮忙了，我们不能不管。你们快去吧。好的。嗯。阿福，妈，这作业呢？嗯，你看，我又拿了个100分。嗯，真不错。在学校怎么样啊？学校的老师都对我很好，特别是李老师和崔老师。那你可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了他们，知道吗？嗯。妈，明天崔老师要我们去当义工。去吧，带着阿雄一起去。明天你帕拉索叔叔的修理行要重新开张，我要过去，就不送你们了。嗯，学习吧。欠你几天也可以，不过你要还钱。我一定还，只要我赢了钱，我一赢钱马上就还给你们。你还想赌？你拿什么去赌？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只要你们能放过我，我干什么都可以。哦，干什么都可以吧？只要你们能放过我，干什么都可以。再给你3天时间，如果不还钱的话，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走。嫂，感谢你，要不是你的帮忙啊，看来我这个修理行永远都再不能开了。要不是因为你们，我哪会有今天呀？行，我们都不要说这些了。对了，这吴大哥最近啊，胃口越来越大，手下20条机动小船呢，我看他好像还嫌不够呢。这还不是你的功劳啊？哎呀，我还是担心呢。你有时间呢，还是叮嘱他一下，让他少去公海。回头咱俩跟他一起说说。姐，为什么同胞捐献一份爱心，打倒日本鬼子？谢谢，谢谢。先生，为什么同胞捐献一份爱心，打倒日本鬼子？谢谢，谢谢。先生，为什么同胞捐献一份爱心吧，打倒日本鬼子？谢谢。为生男同胞捐献一份爱心吧，日本鬼子，谢谢，谢谢。先生，为生男同胞捐献一份爱心，打扰日本。
谢。快去找他们。找嬷嬷，我收到同胞多谢你发爱心吧。嗯，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嬷嬷，我收到同胞多谢你发爱心了。谢谢，谢谢。为少年同胞捐献一份爱心吧，谢谢。谢谢。先生你好，为少年同胞捐献一份爱心吧，谢谢。谢谢。回来了。嗯。你怎么这么木？打了多少鱼就交多少鱼，你不知道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吗？可是合同都签好了的，我们怎么能这样做呢？这样做怎样做了？谁知道你打了多少鱼回来？哦，人家问起来你就不能说自家留着吃的，你哪就那么死脑筋啊？哎呦，气死我了！哎，虽然茶真的挺好喝的，但是要我选择的话，我还是想喝咖啡。哎呀，莲啊，走到这里真的好多回忆啊。这个地方一点都没有变，都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这个教堂啊，我们每个圣诞节都会来这里。我爸也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而是客户和渔工逼着我们加价。客户这方面呢，尤其是几家大酒店，恨不得把货全包了，主动提价。渔工这方面呢，他们也想多卖一些鱼，多挣一些钱，多买一些米。是啊，我最头疼的就是这事儿。阿莲，正因为我们的鱼价低，现在有很多渔工把捕来的鱼自己拿到市上偷偷去卖。看来是一定要涨价了，阿强。嗯，你做一个明确的价目表。像一些大的酒店，我们可以适当的涨一些，但是不能漫天要价。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产量。是啊，如果我们的顺风号能出海捕鱼就好了，那一网下去，怎么说也给一千多斤呢。可眼下呢，这海上就是不让大船走，你说这什么世道？不过，
我前两天倒是做了一个试验，把两条船绑在一块儿下网捕鱼，能多捕。可是这船速一下又慢起来。吴大哥，你是不是疯了呀你？你这个办法可不行啊！要是碰到日本军队的快艇，一抓抓你俩，啊，你想跑也跑不掉的。是啊，波哥，这样太危险了。对，莲姐说的没错。不如这样，增加一些小船，扩大船队，这样不就可以多捕鱼了吗？嗯，这办法不错，准能多捕鱼。能多捕鱼？哼，能扩大船队。你们没有想过马达？啊，马达从哪儿来啊？那我不管，这是你鬼佬的事儿，你自己想办法。帕拉索，马达的事儿好解决吗？这样吧，我尽量想想办法吧。如果马达的问题能解决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波哥，渔村现在不是有很多困难的渔工吗？我想应该优先考虑他们，这样既可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也可以壮大我们的队伍。行，阿莲，听你的。进来。文泰，警署的白警官来了。白警官有事吗？这，你说吧，没事儿，没有外人。少奶奶翁曼云，今天凌晨四点，在中央大楼跳楼自杀了。陈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从死者身上发现一封遗书，这封遗书是给万记鱼档万锦红先生的，请你尽快去警署联系认领死者。那我先走了，谢谢。你说话呀！我们在海上遇到了日本鬼子，阿成跟阿康。胡子，胡子，你醒醒，你醒醒，胡子，胡子。我愿意呀！啊！阿郎哥，阿郎哥，福嫂，阿成，客人都走光了，今天没生意做了。快，把门关上！莲姐呢？莲姐呢？
老板，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这鱼呢？就是，我们几天没法做生意了。算什么嘛，这样嘛。阿强，怎么了？胡子，你冷静点好不好？咱不是讲得很清楚，出了事儿跟于兰没有关系。再说了，咱们合同上写得很清楚，兴川走水七分险，生死有命。我也不愿意出这种事儿啊！阿成出事儿，我心里就好受啊！啊！我们的船队遇到了日本人，吴老大受了伤，两条船也被打沉了。有没有死人？阿成死了，福嫂来闹事儿了，吴老大拦不住。开门。莲姐不能开。开门。全义村100多号人得活呀。哎，桂兰，我问你，你那地方还有多个马达？什么马达呀？我不是把所有的马达都拿去改装你们的小船了吗？我知道。我问你，你现在还能不能再搞到马达？啊？你还要马达干什么？干什么？我就不信，日本鬼子能把我们都给杀绝了。我要再装几条小船，我要出海，我要捕鱼。你是不是疯了？出海？刚刚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两条船给日本鬼子打沉了，还出了人命，你还想出海？你是不是想送死啊？帕拉索，我还告诉你，这一次你不光给我的小船装马达，你还要想法子让我的小船跑得再快一些。你的船再快，能快得过日本鬼子的子弹吗？我被日本鬼子打死，那是我的命，打不死，我就能捕鱼，我就能活，你知道吗？帕拉索，如果你认为我们还是朋友，你就给我马达；你要是不给，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你到底有没有？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不想跟你说了。你到底给我找不着？你们在干嘛呢？再没完就听到你们吵了。这吴大哥疯了，他说还要马达，还要出海，还要捕鱼。阿磊，你别听这鬼佬的话。你先别着急，看谁来了。韩先生，来，坐。请坐，何先生。
何先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何先生，你跟波哥帕拉索说一说吧。好的。我代表我们公司和日本人的谈判结束了。日本人允许我们五艘大渔船悬挂着葡国的国旗出海捕鱼呢。可是昨天日本鬼子还炸沉了我们两条小船，还杀了人，这怎么可能呢？我听陈太说了，真是很遗憾，要是早一天谈成那就好了。日本鬼子还会大发慈悲？唉，魔鬼有魔鬼自己的算盘，他要求澳门政府给他们收购铜和转运物资呢。那澳门政府答应了？有什么办法？如果不答应，他不仅不让渔船出去捕鱼，连运粮船也不让出海。这样的话，澳门会落大饥荒的，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何先生是想照顾我们鱼篮的生意？照顾就谈不上了，现在澳门已经超过40万人了，总得要吃的。我是个商人，不赚钱也没法活啊。我的公司是搞运输的，是靠运输赚钱。捕鱼当然也能赚钱了，但是我们赚不了。我是请你们大家来帮忙的。哎，鬼老二，刚才真是对不住啊。这下好了，我们的顺风号、顺水号又可以出海捕鱼了。哎，那就算谈妥了啊。哎，陈太，你我准备一下，明天上我们公司签约吧。好的。那就这么定了，我先走啊。何先生，真是谢谢你。不客气。明天见了，何先生。明天见。好，再见。小李，你看看二叔啊，当年的小阿寿现在长成大人了啊，越来越像他爸爸了啊。都老了。哎呀，你说今天那么大个派对的，这有没有鱼吃呢？巴拉索，你说呢？你真是个好吃的鬼佬。你看看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船，还愁没鱼吃，就怕你这肚子盛不下。陈太，祝贺你成了澳门最大万记水产公司的董事长。谢谢。在这非常时期，澳门民众能吃上鱼，主要也是你们公司提供的，非常了不起啊。可不敢这么说，这不都是大伙帮忙吗？哎，陈太，现在主席台就等你了。我就不上去了，你代表我吧，何先生。那就不行了，这是总相会的意思，今天唱主角的可是你啊。我又不会说什么，我真的不上去了。哎呀，你别客气。陈太，这是应该的。就是吧，请请请。请请请请。哎，请请吧。澳门渔港重新开放的庆典大会现在开始。大会主席团请万记水产公司的董事长万月林女士为我们出海的船队致贺词。一定要让我说两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瑞莲是一个疍家女，我能有今天全是仰仗各位的帮助。我祝我们的船队顺风顺水，满载而归。Thank you.
陈嫂，你看，把我的修理行并入到万基的水产公司，不是更好吗？管理方面比以前更方便。再说了，可以帮你选一些伙计，学习一下修理的技术。这个修理行可是你一手操办起来的。话可不可以这么说？其实啊，你也帮了我不少。我看这样吧，按市价的90%作为我加入万基水产公司的股份，你看怎么样？好啊，万基现在越来越壮大了，又多了一个维修部门，以后你也是万基的老板了。那太好了，以后啊，我是澳门最大水产公司的股东，那我以后啊也不愁没鱼吃了。就知道吃鱼。考试结束时间还有5分钟，请抓紧时间答题。要考上你读的那个中学，瞧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待会儿回去连你又得说了。姐，我们现在去哪？当然回家了。货都齐了，帮王老板抬到王记去。谢谢你啊，王老板。不客气。阿莲，你怎么来了？是啊，哎，告诉你哦，看来这个生意啊越来越好了。有几个不是王家名下的渔工啊，说要找修理行改装小船，你说这个业务我接还是不接好？你不是修理行的老板吗？听你的。好吧。莲姐，莲姐，怎么了？慌慌张张的。阿成回来了。谁？阿成。这他没死，被日本鬼子抓住当劳工了，现在逃回来了。现在人呢？就在门外。去看看。阿成。陈太。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一年多来，要不是你每月送钱送米的照顾我们家，我们全家早就饿死了。快起来，快起来。阿成，你能回来就好了，阿婆跟父嫂都急死了，平安回来就好了。阿莲，过去我真是太对不起你了。我们都是疍家村的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阿成回来了，顺水号还等着他呢。阿莲，那太谢谢你了。谢谢。记得我第一次来咖啡厅，还是你带我来的呢。是啊，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喝咖啡的表情呢。哎呀，怎么那么苦啊？有你学的这么夸张吗？不过现在在喝咖啡，就不觉得苦了。嘴里还会有留香呢。这么多年呢，发生了不少事情。还记得第一次去咖啡厅，你让我帮你装马达。没想到今天，我们除了成为了好朋友以外，还成为了生意上的好伙伴。其实人生就像一杯咖啡，如果你什么都不加，就会觉得有些苦。加了糖，加了奶，它就会变得更香、更纯、更美味了。帕拉索，你就像这咖啡里的奶，波哥就像咖啡里的糖，你们让我的人生变得更精彩了。阿莲，其实在咖啡里面还可以加盐。凤盐？其实生命里面呢，还可以更精彩呢。
帕拉索，这些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人生在世，知己难得。妈妈。哥。哥。妈妈。回来了。嗯。就是回来的晚了点儿，没有见到女巫婆婆他们。哥，你打听到万叔叔的消息了吗？万叔叔他平安无事，我听大中包在广州的联络人说，万叔叔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活跃的战地记者，他常年跟着游击队行动。哦，对了，他还说万叔叔写了一大批战地纪实文章，但要等到他整理出来之后才能发表。妈，您就放心吧。妈妈，咱们回去再说吧。走吧，回家吧。哎，你们三个神神秘秘的，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还让我披上这么红的披肩？妈，我们回家你就知道两句。大家都知道，我阿寿四岁死了母亲，就便失去了母爱，天天过着流浪狗般的生活，是丹家村的人和巫伯一家待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从小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衣，我永远永远都是丹家村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借这个机会谢谢丹家村的乡亲父老，谢谢你。下面我还要谢一个人，她就是我敬重的妈妈，万瑞莲女士。是她让我又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让我又感受到像大海一般的母爱。也是她在父亲出事之后坚强地扛起了整个家的担子，教我写字，教我如何做人。又是他在咱们丹家村最困难的时候，为了那些吃不饱饭的人和吴伯伯、哈拉索叔叔一起艰难地开了鱼档，为咱们渔村吃不饱饭的人都能吃上饭，这就
就是我敬重的母亲。妈妈，生日快乐，谢谢您，妈妈。这几年确实挺难的，澳门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大伙儿携起手来，一切都能过去的，明天会更美好的。妈，吹蜡烛吧。阿莲，许个愿吧。是啊。Thank you.